关于目的性，就是一直发现自己做很多事情其实都有目的性，比如说我想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想让别人觉得我很好，或者是就是想要有所得，觉得让别人觉得我很积极或者怎么样，可是都是事后就是做完这个举动之后才觉得自己才有发现自己的心态是这样。然后我想请问师父说要怎么把就是不要有目的性这件事情，因为那个当下那个反直惯性是很快，就是我马上就会觉得就不是那么 真心的这样子去对待相处，就是想请教师父。这是问题吗？就是在那个当下，我没办法马上知道我其实不单纯，目的不单纯。那你平常呢？平常不知道吗？平常不是。你们现在都在讲当下嘛？你遇到的时候，那你平常都在干嘛？那你遇到的时候就都不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遇到的时候，可是就是我，比如说对人家好，然后不要发脾气，我都其实后面会有一个。看你什么？想要人家觉得我是好的。嗯，那你就要做好啊。现在的问题是你想要人家觉得你是好的，你都要做坏啊。那你问说这个问题怎么办是吗？这个问题只有你能解决。你要人家认知你是好的啊，你为什么要做坏呢？现在反而是人家要问你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反而是人家 要提出疑惑来说，请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那你可以不要这样吗？那现在又昭告天下说，我就是这样啊，我不知道怎么办才不会这样啊。那你的问题就在那边一直循环嘛，那只代表一件事，你根本没有在学嘛。哦，如果有在学的就没有这个问题。我的意思说，他不是没有这一个所谓的习性，而是他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只有对一直对着自己这个问题而已嘛，他哪好意思再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你？对啊，可是你们会好像大辣辣最后这种问题就丢给别人，问别人我是这样啊，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觉得该怎么办？不要这样子。啊，你不要这样子，谁可以怎么办？是只有你能决定要不要这样子的事情，谁能怎么办？我请问你，那你觉得别人可以怎么办？别人怎么告诉你？别人怎么可以劝你？因为你这么几年了，人家劝也劝了，对不对？哦，提一点也提一点了，然后暗示、明示，通通来了，最后实在不得已又稍微语气重一点，念你几下也来了，啊，你还是这样，那你还要问人家？可以怎么办？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办？自己想办法要去改的。这个就是你要不要修行的问题嘛？你不修，这个问题能怎么办？他说无解啊，因为是你不要啊，不是没有什么方法。你的总和在学习的不就
针对这个最基础的问题吗？对不对？啊，照理说一个修行人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因为这是最一个做人处事最基本的问题啊，他跟修行也不用挂上钩啊。一般人就知道怎么办的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办？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除了刚刚前面我告诉你那一些以外，反问你那些以外，你觉得还有什么答案可以告诉你？去念佛，啊，你这不是听得老掉牙了吗？那去拜佛，你不是都在拜吗？对不对？你认为在拜的拜，对不对？多看视频，你不是说都有吗？对啊，啊，如果通通有了，所有的方法、八万四千法都用上的，啊还不行，那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你认为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你觉得出在哪里？看自己的态度。那自己的态度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那你好意思问？还有别的问题吗？